好，我们废话不多说，今天指数要怎么操作？听到没有？今天指数要怎么操作？啊？好好问问自己啊！你跟着老师今天一早去放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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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嘎，对不对？放空被嘎40点啊，全部停损。涨上来了，开始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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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被杀50点啊！今天很多人做错方向，一来一回，你赔了快90点了。今天我们是怎么操作的？我们今天当冲是怎么带着投资人操作？我一再强调，你不要指望老师准。人啊，今天已经是人工智慧的时代，所以为什么要大户筹码程式交易？我没讲过指数操作，你首先大户筹码定多空啊，为什么要有程式交易？今天投资人最困难、最困难的矛盾点就是说，什么时候是趋势盘，什么时候是盘整盘，什么时候是当冲，怎么操作，搞不清楚啊？什么时候有趋势，什么时候是盘整，没有趋势，当冲平时对吧？盘整当冲要怎么做啊？我讲很清楚，日 K 线是掌握趋势，日 K 线是掌握趋势哦，来，所以你看我们程式交易日 K 线这一波。哦，来，投资人，从6月份1250这里程式交易日 K 线转空杀了快800点，接下来在1414程式交易翻多，一口气又大涨600点啊！这一来一回1000多点的行情啊，这是日 K 线的这个帮你掌握趋势的转折啊。那5分 K 呢？是帮你掌握大波段的转折。来，五分 K，我们看一下这一波从10450附近一路带你做多，一直到了上个礼拜8月1号哦，当天大涨哦，看清楚哦，8月1号当天大涨我们的程式交易带你干什么？来，8月1号。五分掌握转折从7月6号一路多，对不对？波段600点的，8月1号当天大涨，来导播，11049，怎样？转空大涨，告诉你转空，来，所以我看一下8月1号就在这个地方，当天大涨。8月1号，8月1号，11049，你告诉我，你今天有我们程式交易，你会去猜吗？你会去赌吗？大涨600点，11049转空，自己看一下。所以今天人工 AI 这个程式交易空下来，连获利点都算给你看了，获利多少？全国投资人杀下来多少点？180点了，这一波段下来，你看到没有？趋势力道转空，所以今天指数操作就是说，你要利用程式交易，利用趋势力道，一波空到底，一空下来180点了，投资人一口这就是36000。你要去赌吗？你会做错方向吗？对不对？趋势转空，趋势力道一路空，一空下来，到杀下来才开始趋势力道怎么样？由空是不是转多？所以先空下来11049，空下来这就是180点了。11049这一空下来有没有？所有加入我们的 line，所以我说你为什么想尽办法加入我们的 line？加入赖8月2号一早有没有8点50多分？11049，赶快空啊！11050附近全国货源8点56，赶快空！当天开盘还在11048，附近上下5点，你赶快空哎！当天一早来导播，到9点半之前还在11049附近哎！当天一空下来180点，那空下来大跌180点有没有？是不是趋势力道？导播拉近点，趋势力道有没有？由蓝
对不对？由绿绿，对吧？由蓝转红，由空转多，所以打下来，告诉你10870，哎，反手接多，空单获利回补，反手接多。8月2号12点半，对吧？870，一早放空下来180点，打下来之后空单回补翻多，我们都有 call 讯搭配啊。翻多之后有没有？前天8月8号，麻烦你告诉我，10870翻多上来，又是200点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啊。你从整个日 K 线筹码结构，是吧？上礼拜8月1号，带你空下来将近180点，打下来回测颈线支撑，对吧？筹码转多，又强弹了200点，一空一多，哎，这2趟已经将近400点的行情。那再来，前天大涨到11064，来到不？11064再度转空，来，哦，来看一下我们的5分 K，前天再度大涨，导播这里照一下，8月8号，对不对？8月8号12点30分，11064转空。杀下来又是100点了啊！好，那回归到我刚刚讲的啊，所以几个大转折，从日 K 线掌握趋势，对吧？从上礼拜已经跟你讲了，从日 K 线这个盘势是面临上档套牢有压，下档颈线支撑盘局，所以从上礼拜从整个筹码结构已经交代你了。哦，这里你不要认为是多头结构，对不对？因为整个长黑跌破上升趋势已经是什么？从多方趋势进入盘整盘，盘整格局。既然是盘整格局，你要懂得上空下多，上空下多来回操作。所以从上礼拜先空下来将近180点，打下来翻多又200点，以这2趟已经快400点了。前天大涨，告诉你面临压力还是空，11064附近还是空，对不对？那空下来到今天再杀100点，好，关键来了。那你说张老师今天当冲怎么做？当冲怎么做？来，我讲过，当冲你要好好的掌握我们的当冲法宝，一分 K 是当冲的利器。所以要在短线当冲想尽办法获利的，你想尽办法要拥有我们的当冲法宝哦，这是这个当冲来看一下我们的一分 K 啊，神奇法宝，对不对？当冲法宝，这我们的一分 K，来，我们不啰嗦，赶快全国投资人自己亲眼看一下。今天一早导播拉近一点，第一早第一盘开出10973，第一盘开出空哦，空下来杀到10953，哎，这也快20点了哦。那这个我就不跟你算了，因为今天第一盘一盘开空，对不对？打下来20点，这个我们就不要算了啊。今天早盘，对吧？短空下杀开低之后，来，从这个地方亲眼看一下，10981翻多，来，时间9点8分，10981，哎，翻多哎，开低之后翻多，哎，张老师翻多吗？我讲过，一分 K 它带你掌握的是短线的波动，每一趟大概三五十点的行情，一趟三五十点，2趟就将近要百点哦，所以你不要小看当冲的法宝的利器哦。哦，今天当冲法宝一分 K 开盘不啰嗦，对不对？109819点8分翻多，9点8分，时间价位清清楚楚啊。哦，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点数一旦出来，上下五点附近都是有效成交。我们先看早盘翻多了这一段，全国自己看一下，对不对？10981翻多，隔了十几根 K 棒，还在多少？还在10981附近啊，10982啊，有没有？并不是说翻多马上涨让你追不到，所以开盘9点8分，10981翻多。将近20分钟，很匆促的时间让你进场10981附近，你都买得到。结果一口多单上去，自己告诉我，来导播获利多少？40点呢，自己眼睛见证了。
眼见为凭了啊！你不要说张老师你怎么这么准？这就是我们当冲法宝一分 K 帮你掌握短线三五十点的波动，对不对？一早10981掀翻多，你会去放空吗？早上你跟着老师去放空被嘎，放空被嘎，嘎上来你又怎么空单又停损了，对不对？来，今天一早当冲法宝10981翻多，马上上来，对不对？半个钟头以后攻到11022，获利多少点？哎，电脑都自动帮你 AI 程式帮你计算了，是不是将近40点的行情？40点的行情送给你啊，投资人，有困难吗？早上当冲法宝，我们大户程式交易有明确的进场讯号，而且有绰绰将近20分钟的时间啊，都可以让你进场，对不对？一直到了这个10点钟，对不对？到了9:50多，10点钟，一个钟头，帮你掌握这40点的行情，轻轻松松，而且看到我们城市交易都有怎么样？这是元宝啊，我们很简单，一个元宝就是15点，两个元宝30点，是不是？超过两个元宝，那将近三四十点了，都可以提醒你，对不对？到这里981翻多，到这里哎，你就赚了15点喽。对不对？再到这里，哎，你就赚了30点喽。再往上，哎，软体也会交代你哦，获利40点喽。所以今天一早轻轻松松，9:08进场，9:08进场，到了将近10点钟的时候，你已经很轻松的拿下这将近40点的行情，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到了9:57，40点了，好。接下来来最精彩的，一导播拉近点，11009怎样转空？来，到了10:11，程式交易转空，所以当冲的操作就是这样轻松愉快，你不要去 care 想太多你只要掌握到短线三五十点的波动，你跟紧大户程式的脚步，你不会犯错，一早对不对？9点钟先翻多，你就乖乖的跟着程式交易。你要的就是赶快跟上，不要怀疑。短线的波动，一分 K 就是帮你掌握到短线三五十点当冲的法宝。一早10981翻多，将近40点的行情，先帮你拿下。到了接下来10009转空，所有用户自己亲眼看一下，转空来看看。10009转空，有没有看到？也是一样，到了10:40多，还在11013，你通通空得到，你不要说空不到，对不对？所以今天一早10:11，11009转空，所以我们的全国为什么有的投资人他没有软体加入我们的会员讯息，我们也会把讯息跟你分享。10:12。有没有会员朋友？是不是交代你11015附近？11015附近就是上下5点，你赶快跟着去进场短空操作。10:12为什么叫你11015空啊？因为10:11软体11019出现空讯，所以我们10:12赶快告诉你11015上下5点，你就跟着空。到了49分还在11013，对不对？有冲出的时间。半个钟头时间让你去布局11015上下5点的空单，而且你通通空得到，空完以后自己看看，对吧？精彩的时刻来临了！11009空完之后，过了半个钟头还在11013，通通穿价，通通成交，到了尾盘，全国投资人获利多少？50点了！你不要说张老师你怎么这么准？程式交易就是如此，所以我们绞尽脑汁把最好的操盘的工具跟大家分享。不论是从日 K 线已经交代你了现在已经是进入盘整盘，对不对？对吧？从上礼拜已经交代你了逢高放空，对不对？从11050附近空下来已经快要180点，空单翻多10870翻多又快200点，光是这一个多礼拜来。先空再多，这两趟已经快400点了。前天上来告诉你再度转空，
对吧？那今天一早啊，我们的当冲城市交易一开盘10981先多上来40点，接下来11009转空，到了尾盘，请你告诉我，指数下杀到10959，连今天进场去放空的，对不对？去掌握到空单的投资朋友，这一杀下来50点呢？哎，光这里一口就10000呢，一天一口就10000呢，你做3口就30000呢。早盘40点上来转空50点，光是今天我们的当冲交易先多再空2趟，麻烦你告诉我90点，连今天一早的短空20点，我们不要去计算了啊，那20点我们就不谈了，因为那时间很快。这10981，对吧？20分钟让你布局40点的行情，11009，对，半个钟头的时间让你去进场布局，下来50点。今天一多一空2趟，90点的行情有很困难吗？你要做的就是照表操课。我们的城市交易不像现在台面上很多哦，现在很多哇，这个市面上 FB 卖软体的啊，很多不是分析师也在那边卖。讲的头头是道，结果他们的软体你自己看，没有明确的买卖讯号，还要你观察什么什么哦，平仓量什么量，这个量那个量，我看看七八个，观察七八个讯号，才能决定做多。等你观察完了，今天当冲已经结束了，哦，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有张老师的城市交易啊？不论从筹码结构，上礼拜已经交代你了，盘整格局，对不对？跌破上升趋势线，逢高放空，下来翻多，到今天这2个礼拜，台指的命运就在我们的，对吧？八字早就算好了，哦，你对吧？上来就告诉你要空啊，所以那今天的当冲更是一早精彩，10981，你就乖乖的做多40点，上来跟着程式交易11009转空，到了尾盘轻轻松松来。电脑程式都会帮你计算，10009转空到了收盘50点送给你。今天一多一空2趟，麻烦你告诉我，90点的行情有很难赚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不好？再来股票交易，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股票也是一样，对吧？早就警告你了啊，这个转空的被动元件也好，转空的这些像这个 MOSFET 也好，对不对？你看今天 MOSFET。很惨啊，尼克森哦，再度破底啊，再度破底啊，大跌啊，被动元件是不是啊？华新科再度破底啊，但是呢，我们跟大家报告，哎，大户开始进货翻多的，是不是啊？什么股票啊？原相哦，今天原相呢还在创新高嘛，对不对？你怕什么呢？前两天跟你报告，南极仙翁。富爸爸5G 啊，窄板商机，从26块，26块翻多，今天呢快29喽，还在创短线的高点啊。所以不论指数，不论股票，对不对？操作我一再强调，你不要猜，不要赌，尤其指数操作，不论是波段，对吧？掌握日 K 线，掌握波段趋势，5分 K 掌握白点转折，1分 K 当冲的法宝。今天连我们的当冲法宝，一早先多再空2趟90点，轻轻松松的帮助你成为赢家。你不要去猜，好吧？我讲的指数操作，你就跟紧今天程式交易啊。所以，那想拥有我们的操盘工具啊，也欢迎大家赶快加入我们 Line 的行列。那盘中啊，第一时间我们都会把重要的筹码转折啊，程式交易的筹码多空转折跟你同步分享啊，赶快输入小老鼠 King 518啊，跟着专业程式交易，你才能打败市场，才能成为市场赢家，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忙回来。地震了，怎么办？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教你几个小撇步：瓦斯桶放室外，避免日晒。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使用瓦斯要小心，居家安全好放心。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哎，22号那位先生，这位人力资源访查员要拜访您。我有收到通知啊，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先生，政府每月22日那照办人力资源访查是有原因的，为了了解多少人就业失业，才有施政的依据啊。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受访资料我们都绝对保密。人力资源探查需要您的支持。好，尤其指数的操盘哈，我想一定要大户筹码程式交易啊。为什么？因为一般投资人最困扰就是趋势盘、盘整盘、当冲盘搞不清楚，何时做波段，何时做当冲，哦，何时做这个盘整盘啊？我们日 K 线掌握曲线啊，掌握趋势啊。从10486我们讲很清楚啊，一路翻多上来600点的行情，从上个礼拜讲过，长黑跌破上升趋势线，已经进入了标准的盘整盘，盘整盘逢高要放空下来接多哦。上礼拜就把命给你算好了，五分 K 掌握转折，来看一下我们的五分 K 有没有？从上礼拜10498月1号转空，哎，空下来10050附近赶快空下来，送你180点，打下来反手翻多啊，870翻多，全国投资人上来又是200点，上礼拜先空再多两趟，已经快要400点了啊。前天8月8号父亲节10064上来告诉你再度转空，城市交易再度转空哦，好吧，今天下来又百点了哈。好，重要关键来了，今天当冲怎么做啊？当冲我讲过你不要猜嘛，今天一早对不对啊？我们当冲一分 K 来，全国投资人一早啊开低之后，导播10981翻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清楚，你赶快跟着做，十几分钟都还在981附近，翻多之后先送你40点的行情，上来之后11009怎么样？全国投资人，好，有我们的操盘。10:1111009转空转空转空，不要怀疑，转空之后自己看，亲眼见证，一路空到尾盘，一路空到尾盘，没有任何翻多的讯号，尾盘下来请你告诉我多少点，程式交易帮你算得很清楚，连放空的价位、放空的时间到了收盘的获利点都帮你算得清清楚楚，不要猜，不要赌，尾盘又是50点转空部位送你50点，今天当冲法宝一早先多再空两趟，麻烦你告诉我，是不是将近快要百点的行情？所以张老师告诉你，一分 K 掌握30-50点的波动，两三趟就是将近百点的行情啊，一点都不夸张，好不好？那不论是指数的操作啊，以及个股的标股的讯息，我们希望全国投资朋友赶快跟上我们操作的这样一个程式交易的工具，下载我们的软体也好，那甚至急速立刻加入我们 LINE 的行列，输入 King518， 那我们会告诉你如何下载我们的这样一个程式交易，跟着我们掌握到啊指数这样子啊，今天当冲法宝两趟又是将近90点的行情，是不是？
两趟将近90点的行情，好不好？那输入 King 518加入 LINE， 我们一切最好的讯息都会跟你同步来分享。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决定命运的四招，不会游泳也要学会的水中自救。落水时，双手举起向下拍打，并大声呼叫引起注意。抱住现场的漂浮物或脱下衣服，从头后向前抛，形成浮具，写出甩某漂，吸气后脸朝下埋入水中，手脚自然下垂，保持静止。仰漂，双手张开平躺在水面，等待救援。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家福是全台湾第一个投入儿童保护工作的基金会，30年来，家福透过专业的社工服务，帮助超过20000个受虐儿。我是钢铁 VVV 徐若瑄，邀请你一起加入。